祖师给我们施的榜样就对了。啊，看到再好的境界，不说。啊，自己心里头如如不动，家功永恒呐、啊，这好境界啊！啊，你的功夫到相当程度的时候，佛菩萨是个境界人来考验你。你如如不动提升了，你要一动心呢，马上下降了。啊，你还经不起考验，你这关没及格。菩萨会不会应化在世间？会。啊，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身份一暴露，马上就走，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身份暴露还没走，妖言惑众啊，这假的了，不是真的啊！啊，印光大师当年在世，有人说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，啊，他老人家极口否认。严重警告啊，那是一个小孩，不信佛的初中学生，梦到观世音菩萨啊，观世音菩萨告诉他，大势至菩萨最近在你们这儿讲经，叫他去听。他说大势至是哪一个？印光法师啊，所以全家人的时候欢欢喜喜去见印光法师，把梦着被印光法师臭骂一顿。啊，以后你再说，不准你进门，再不敢说了。啊，到印光法师圆寂了，他写了一篇文字，这篇文字在印光法师《永思录》里头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观音菩萨告诉他，印光法师住世好像还有四年。哎，真的四年之后他就走了，所以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。啊，中国古时候真有啊，啊，布袋和尚，宋朝时候人，住在奉化。浙江奉化学度寺啊，这是个传奇人物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俗家情形，没人知道啊，只看到有这么一个和尚，常常在外面化缘，拿一个大口袋啊，别人供养呢，他也不分。那也不看，啊，由供养往口袋里丢，背着就走，啊，所以人家叫他布袋和尚，啊，他化名没人晓得，那布袋和尚，啊，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，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，说了人家就走了，真走了，啊，所以中国。人塑弥勒菩萨像都塑他的像，塑布袋和尚像、啊、他真有本事 啊！天台山国清寺，你看寒山拾得风干啊，风干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啊，身份被拆穿了走了啊，寒山拾得是走到山上啊，别人很多人看他向他礼拜，那个山就裂开了，他走进去，这山又合起来了啊，再也看不到了啊。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身份暴露之后就无影无踪了，不知道到哪去了。古人有这个例子，取信于后世，应化身真的是常有，千百亿化身呐、
啊，一尊佛，一尊菩萨，无数的化身。啊，所以你见到他，要像大乘教的说是，不能认为他有，也不能认为他无。啊，你的心永远保持清净，你的心永远保持恭敬就对了。为什么呢？佛说的好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我们怎样恭敬阿弥陀佛，怎样恭敬观音菩萨，你就用同样的恭敬心恭敬一切众生。为什么？他们都是嘛。啊，你说再来人哪个不是再来人啊？你佛国里来是再来人，魔鬼道出来也是再来人啊，是人人都是再来人，有什么稀奇啊？啊，从哪一道再来的？啊，现在真正关键重要的是我们不设真念，就是你二六十中啊，你的佛号不间断就不是了。佛号一断了，叫圣念，那真念失掉了。啊，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，净念相继，啊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啊，都摄六根就是我们把攀缘心收回来。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啊！啊，净念那个净是清净的净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的净，相即是不间断，永远保持净念相即。这是真念啊，净宗的真念啊。什么样境界现前？金刚经上说的一句话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为外境所干扰，这就对了啊。所以什么样的佛菩萨境界现前，都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是善境界，好境界啊！你的心没有被它转动，这好境界啊！如果你要作为哦，我看到你看我这个功夫好像好啊，你们都不如我了，我见到佛了，你们修行还没见到啊！啊，这自以为了不起，你上当了。你已经被魔转了啊！所以我们的初祖慧远大师，晋朝时候的啊，他老人家，你看，带领着123个志同道合啊，通通都是修净土的。多求往生的，以呼吸为戒，不出这个界限啊，发愿在那个地方啊往生啊，真的，他130个人个个往生啊，真了不起啊！啊，往生当然有先后嘛，啊，圆公大师往生的时候。看到了阿弥陀佛，看到先往生的念佛堂那些同修啊，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他，啊，告诉大众，阿弥陀佛来接我了，啊，我今天往生了，啊，又跟大家讲，
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在山上这一段时间当中，过去见过三次，这是第四次，没给人讲过。啊，别人问他，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？他说，跟经典上讲的完全一样。诸位晓得，那个时候的经典就是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圆公大师开念佛堂，就依靠这一本经。啊，为什么？《弥陀经》《观无量寿经》还没翻出来。哎，应该是传到中国来了，还没有翻成中文，所以他只依靠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那祖师给我们施的榜样就对了。啊，看到再好的境界，不说。啊，自己心里头如如不动，加功永恒。这好境界啊！啊，你的功夫到相当程度的时候，佛菩萨十个境界上来考验你。你如如不动，提升了；你要一动心呢，马上下降了。啊，你还经不起考验，你这关没及格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